家好，我是杨子，来优酷国际版 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两个幼稚鬼的 PK 图鉴 ，Round One。Hello， 地区警察。不到本君满意，那我可以。哈哈！你赢了。Round Two。你过来一下。有什么事吗？把手伸出来一下。让你急死，你会为你的行为后悔的。尽管放马过来吧，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子半只叉，白子战。今天不有得志，请见谅。下次再沾，来吧，奏一个为炎丹影院的友情，不对，为炎丹影院的爱情，难得。带你看不同程度的苦心幕后。一，诉说伤心苦。你说这个话，我本来是立马就想，因为导演我立马就想，你说这话特别感人，女生那种立马回过头去，回到这边去，导演爱不爱听我别扭，聊这么久。二，爆发嘶吼哭。月亮，你下来，下来好不好？月亮，下来好不好？下来好不好？下来好不好？若天地尽欢。夜店会一途消失，严丹，这一次我们必须克服，因为只有三千块钱，我们还在。拍戏时的演的是这样，答应过我的，一定会回来看的。你是新人，你不能死。好 ，OK， 好，可以啊 ，OK。一个小彩蛋，一起来看炎丹哭戏的幕后实拍吧。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炎丹看见纸七火春是自己救的婴儿，十分伤心，因为心存怀疑寻炎丹求证。三二一，开始。你走吧。你这般情况，只怕真的是纸七梦。请回吧。让他断绝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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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我是一个废物仙子，什么仙阶仙法的，我都不想去。我刚才已经说了，帝君请回吧。好 ，OK， 好，再见啊！我那上头夹一根头发。好 ，OK 啊。每个人坠入爱情的时候都是疯子，那肯定是微笑带过吧，就是装作不知道了。 Hello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毅，在沉香如屑当中饰演的角色是青离帝君隐渊。隐渊呢是天界最年轻的帝君，一心只为守护天下苍生，而唐周呢是隐渊下凡历劫的名字，他有点傲娇，毒舌的少年捉妖师，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嘛，所以性格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应渊他是比较克制的，而唐周呢是比较洒脱的。至于如何表现呢，还是大家去剧里面发现吧。应渊和唐周对颜淡的感情分别是什么样的？因为应渊一开始对颜淡肯定是惜才的嘛，惜才之情，后来在和他相处的过程当中被颜淡的善良和纯真所吸引了吧，对，所吸引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颜淡的感情也是隐忍比较克制的。那么唐周呢，他是比较活泼和洒脱的，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就是那种欢喜冤家，打打闹闹，包括对颜淡的感情是那种直接表达出来的。颜淡跳下桥时应渊曾说真是疯了，你怎么理解这句台词？因为一开始自己拿到剧本的时候读的时候，哎，我说怎么真是疯了，有点不太明白，包括再去读的时候，哎，自己可能是这样的理解。后来在剧组和导演老师还有编剧老师我们一起讨论剧本的时候，围读的时候，还包括大家主创嘛，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一波人说，哎，你这句真是疯了，肯定是说颜淡；包括这一波人说呢，哎，你这个真是疯了，肯定说的是自己。那么我就说，哎，那这肯定是每个人坠入爱情的时候都是疯子。结果每个人恋爱的时候，谁有理智啊？我们去把这场戏拍完了之后，我们倒对这句话还是真的希望听到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这个剧情的时候，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和什么样的反馈？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印象最深的那就应该是新疆的仙魔大战了。因为你身临其境去到了那个魔鬼城，哇，那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们穿着盔甲在那个天上飞来飞去，吹着风沙，因为那个就是真实感你无法去演的，所以那个是我们大家都记忆最深刻的吧。我觉得风沙很大，风景很美，美食很多，应该一两斤，但是我基本上不会让我的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不会让自己那个体重幅度很大，要不然就不接戏了。
哎，不行，再吃宵夜双下巴就该出来了，就不能吃。除了你的角色外，最想尝试哪个角色？天帝吧。因为读到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天帝老师有一场戏是很不一样的，我也蛮期待的。我觉得演起戏来是蛮过瘾的，但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希望不要被删减啊。时隔多年再次与杨子合作，有什么感受？什么感受？和杨子老师嘛，就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了。包括这一次再合作，那么我觉得大家都成长了很多，在演起戏来的时候也很有默契。那么通过这一部戏下来，也能在杨子老师身上也能学到很多。包括这部戏拍完之后，自己在戏剧理念上各个方面也成长了一些。或者就是说我们聊下一场戏怎么演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设计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想的？”就蛮有意思，就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状况或者怎么样，我大家觉得累了给对方鼓鼓气啊。我们整个团体合作下来是非常愉快的。我们再来做个快问快答吧。你更像应渊还是唐周？那肯定是唐周啊。生活中如果认错了人，要怎么化解尴尬？那肯定是微笑带过吧，就是装作不知道了。喜欢欢喜冤家模式还是相爱相杀模式？共同进步吧。喜欢你的白发造型还是黑发造型？这个得让观众你们去检验了。最想 get 剧中的什么技能？哦，想去哪就去哪，瞬间移动。每次休息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就睡觉健身。在新疆吃的最多的食物是什么？各种肉，大盘鸡，烤包子。应渊和唐周最常用的表情包会是什么？应渊会说懒得理你，唐周会说哼哼哼。应渊和唐周的口头禅分别是什么？口头禅聒噪。那么唐周会说想进葫芦里吗？对。最后来向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吧。沉香如屑呢，是一部包含了所有工作人员的一部很用心的一部戏，会很精彩，敬请期待。烤肉没什么区别，把你吊起来暴晒。往前走，预备，一二三，哎，动！哎，动反了一个，动反了一个。啊！哎，动反了，这么动啥的？打下来，看一下，怎么了 ？OK。好，后退啊，这个后退啊，来，来准备开。
挺好 ，OK 了。看到我们的新娘就这么拍出来了。单亲啊，哦 ，OK。好，来，直接拉哥拉到台上。拉哥放。来，请小天猫。来位置可以了啊！备，一二三四。好，我想放。一二三四。你觉得这种拍这种打戏是不是感觉蛮帅的，蛮过瘾的？对，其实还是蛮爽的，蛮过瘾的。那有些剧组之前有学两招吗？这个还是之前一直在练嘛，就是尤其拍仙侠剧啊，或者拍一些武打戏，那都就是会经常和武行老师一些做一些训练，活动一下筋骨。打戏呢，有打戏的过瘾，有打戏的痛苦，就像这个天拍打戏非常痛苦。对，一二三，反应顺。好，牵柔一点啊。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啊，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前面就是该拉了喽？来，再来。来，乱放，放，一二三，反应转，是。来，来放，放，来，这个能力啊，上面掉时间长了，下来会不会推吗？啊，这个看您那边有的站没？有的站，有的站，话会有的站，有的站，有的站，站没？就等于说是，这样两个人是前后就支点在这儿，变大了。当严旦应渊化身喜剧人时，他们是这样。想死你了！吓死你们了！你终于来了，你。余墨，他就是你口中的余朋友，表哥余黑土啊。接着我们归家亲戚也归于你收款，改日就找你算账，我们走。No， 还什么意思？大家让我走吧。记得来，出不去。天时捉妖，天经地义。你也太狠了点吧，这样。所以我现在戴这个还算是习惯，但是还是因为这个声音的魅力，而且它有内置摄像头，它有这么大，还有这样。我以后来的太快了。大家好，欢迎收看沉香新闻。近日，我省多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风沙天气，市民的出行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市民对抵挡风沙都想出了什么好办法。首先是简易装备组，紫金无比法，披风盖套法。随后给大家介绍传统装备组，口罩墨镜法，奇奇怪怪组，头巾蒙脸法，熊林口罩法。事情便是这样的，当年搞错了，再来。节目最后给大家跳个堂歌吧。堂客就是堂啊，堂哥走，三步一串，那么两啊两回头。沉香小分队沙漠历险记一沙坑。
脚慢慢往上摇，你还在做噩梦。我们说紫姐，你慢慢醒。站着做噩梦。站。你过了会埋在这儿。啊，这个你就昏迷着就好了，就昏迷着就行了。昏迷是这样吗？最后一句啊，出不来，真出不来，我没有力气出来。好，OK 了，OK 了，好，OK 了，好。那别都卡死了，那得。拿刀，撤刀。哇塞，动都动不了。我可以表演那个杰克逊的那个舞蹈。安排。什么感觉？感觉不太爽。你什么感觉？我想回北京。二沙尘暴。来来了，你好。我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将为养活院拯救的外太空，我们飞上天了。地上了，要踩一点啊，要踩一点啊。拉高拉高你的高度，拉高。戏吗？我们拍的这一场戏叫做戏中戏，就是告诉你，让你猜。戏中戏是这样吗？你怎么能爱上别人？到底是谁？跳！你到底是谁？我是杨子。还是这样。三十九码，好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三十九不是他的，录了也没用。他明明是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你们就去猜吧。又或者是这样，你知道吗？我的法力无边，我收了你，收了你，怎么也收不掉你。难道我的法力是？天哪，法力都没了，怪不得我都能御剑飞行。天庭我还回得去吗？此处来到了小西边。有没有船啊？这应该是方舟吧。
在天上，你为我请伸出手，如今你的神圣，我也这一世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心意，我不想再做帝君，我只想变回唐州。好，再发力，成全了三界，谁又来成全我们？所以你怎么可以就是你要么他给你来特别残忍，今天这把来形式化突破一下。你现在我说了我自恋心，对吧？你今天出来一些东西再砸，你自己砸，一砸咚，然后你就直接往回一仰，就是一个翻、哦就是，一个空翻，然后直接趴地上了，忘了，趴地上了啊！自残要踩一点。嗯、啊！不要！相并未相遇，我们是否回到过去？热不热？太晒了是吧？嗯，对，今天40多度了吧？地表温度应该是50多度，有点冷。啊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我们都在凹造型。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啊、搞错了，再来。3 2 1漂漂漂。OK， 那你小心啊。OK， 我的如来神掌来了，咱俩就是大脸猫，大脸猫看大脸猫。怎么了？整理了，来。哎呀妈呀，我就下床了。收工了，收工了啊！拜拜。三界一流画本大师创作守则。创作守则一：不放过任何一个好角色。3 2 1开始。好的，这边说。我已经死去9百年了。天马大战。接不住，你放心，轻易赢了。虽然当初我未能阻止大战。创作守则二：时刻讨论剧本剧情。自己刚说完，这边陶子去，这边晕了。子气，想看你的戏没机会了。骨灰慢慢汇聚，汇聚，还是慢慢汇聚成一个人，还是红不是一下成一个人？汇聚成，不是一下子，。勾勒出一个人形，然后变成陶子器。对，他非常的淘气。元亮，你们的故事，你们的故事，不用上，不用激动啊！这样子的话，用你的中气，能不能张琪写的戏啊？如果演出来的话，一定名扬四海。到时候贵宾的座位留给你们啊。创作守则三：邀请主角前来欣赏作品。到时候贵宾票我会给你们留着的。不是贵宾票吧？贵宾票，对，我就很有名的。刚说完，有 VVIP 吗？不是 VVIP， 我不去的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动所有人的画本吧。啊，对不起你，杀青吧，真的啊，这样啊。
爱一个人容易吗？本次视频由可以说了是吧，我给你加上去也可以来开始一些唐州风的现场合集。一出来来来来，小周周啊，小唐周啊，上课啦，当当当当当当，我要想你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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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拥有了新的战袍，是让我今天穿西服吗？过年了，我今天穿的是新衣服。啊啊啊啊啊啊，过年了。应远除了是帝君之外，还是行走的经典老歌 CD 机。等一下，姑姑。你们集中爆破，我就得考考你们。好，科普小打野。这沙子里面有什么？沙子里面有蝎子。沙子里面有什么？沙子里面有蜥蜴。沙子里面有什么？沙子里面啥都有。沙子里面都是宝宝，你得爱它才能拥有它。哎，帅气的王牌飞行员。40多度了吧？现在的温度呢是大概38度吧，但是体感的温度就非常非常的热，太热了，受不了，真受不了。防暑攻略哪家强？沉香如屑看三郎。今天40多度了吧，地表温度应该是50多度。为了不让自己晒黑，也不让自己脱妆，这是我们的防晒口罩。这个防晒口罩之外，还有哪些那种防晒面具？还有就是不停的喷那个防晒喷雾。给哥来一下。好。不停的喷那个防晒喷雾。今天得用一瓶。刚开始可能不喷，但后来都得喷了啊。晚上会狂敷那种面膜什么的来喷。会敷会敷，晚上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卸妆和敷面膜，晒后有修护的那种。武装起来。我觉得防晒都是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这个事情把我征服了，其实这个是最管用的。然后还有就是没事的时候就会喷一些那个补防晒，大概10分钟吧，就会补一次。我感觉我中毒了。然后我准备的最多的是面膜，但是用的是最少的吧，应该。就是我比较懒，我不太爱敷这种面膜。但是昨天，然后晒了一天之后回去敷了之后，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所以我要坚持这个做法。对，本来不带这个，但是不能太倔强，因为眼睛会瞎。
首先我觉得防晒是必要的，因为太阳真的非常大，然后就是伞，还有风扇，还有面膜，对，还有面膜，就是因为这个新疆这边特别的干燥，包括就是来玩的游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带足面膜，每天至少敷一片。收工了，收工了啊，拜拜。溏心蛋蜜语传情，电灯泡觉醒反击。3、2、3、4，我先放完灯了啊，来三，对，现在来，不讲话了。3、2、1，开始，一分钟走动，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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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你让我俩我弹我的，因为他就在这里摇头了，然后你就到这来，他在我们把他领回来，他一直在那说，也说哑语是吧，叫我们俩说哑语，此家密对话仅溏心蛋听懂，我一直真的然后我一直想我们来一句说哑语，我这个别担心，嗯，当着我的面说哑语怎么敢讲，哪里不太对，当我是傻子吗，哎呀哎呀这叫哎呀然后要划个怎么接着的，划个怎么接着的，他那是一两页他这样说，我说你怎么接着的，你看到的地牙打戏2、3，正经花絮解密不存在的，让我们来看看颜淡应渊幕后的正确打开方式。你再来，这拍的是有对吧？有，也有，有，刚刚已经拍了。行，我看我这么一打，能够打得很近。我看了你，来吧，真近来，很近。大哥，我看了你，全程看着你，吓死我了，真的，你真的，挥手啊，挥手。来，直接这么推出去啊！好，来准备，预备，1、2、3，转身，发直接，呼！啊！来啊！来啊！来预备，1、2、3，还有，动动。好来。动物园里面有什么？动物园里面有蝙蝠。好来，准备。无时无刻不在互相炮轰玩闹的两个又子滚吧。看沉香夫妇为你演绎不一样的浪漫小套路，口是心非送花季。演蛋啊！是吧？我也换一个。他又想干嘛？没关系，就没关系。你跟我说干嘛？你不要误会。我有啥好误会的？你想干嘛就干嘛，我又管不到。那个，这是你的用意，我绝不会送你。别生我气了。就一说话就想哄好我啊？干嘛？让人紧张些干嘛？拿着就你要不要？不愿意做。要不要？不愿意做。我就是其实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那个话都已经说了，就有误会要及时解开，你懂得对吧，啊，你懂我意思吧，现在是误会，那我可以原谅你了，这是花束，我只说一个啊，好的，我都不喜欢，我只喜欢这句话，嗨，早说了OK， 你想要啥就要啥，只要你不再蹭我气了就行。不同寻常的壁咚吻，老弟，先玩去，先玩去。
别站上来。慢慢促进，促进，促进，促进的时候，他就这么手一转，你扒了就这么。不然他救了我，只有推倒了先着地。对对，按理说不可能是这样这样飞出去的嘛，你就突然一个手进来就扒一块，然后就飞上了。哇！开始实操，这个引到那个吹，要猛的那一下，当然要上。就只是那个谁往里面镀蒸汽，不用亲。OK。OK。你怎么跟他镀蒸汽？好的，我学会了。我就喜欢给平行一点点。哎，低一点点。要把一个，我可以的。没一个你要高，一个你要高，你要高。三二一，开始。飘飘洒洒的小雨，轻轻落在屋顶。八 ，OK， 好，可以啊。不好意思，好吧。然后现在做一个鼻涕的两个嘴。最后来看看成片吧。相遇的那一刻，或许是呼喊我的时候。于是。是新的一次梦能有多多，所以那一颗心的徘徊的心的只是很久很久，一言不合就开始告，这是 VVVVIP 才能看的片段吗？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我已自证我心，很好吧？好，再下两个字啊。OK。那我是不是应该上一点？不是，你爱的比较多。你爱的比较多，这是吧？总是有很多奇怪想法的眼袋鹰渊。发动了，难受。你看他，你上厕所。导演能不能？我先上个厕所。五年了。全脱了。真的假的？马上就会。关于严蛋说应约爱做梦这件事，你怎么了？快点蛋蛋啊！这半句说走走，别再进来，就他还不走啊？不走，走，别进来，都打死你！我梦到什么一年没见，三个回合，肯定是生病会做梦。看你哪个点。这孩子在梦里就过了一生，插了个广告。哎呦我的妈！我到处做梦，杭州更做梦，每天都做梦。沉香剧组小团宠上线了。
1 hour later. 一大波小可爱来袭。连带音乐有一些哄娃技能在身上。哎，宝宝，过来过来，宝宝。对，要音乐高。别这样回家吗？就不要再言传身教了，否则我就建议用戒指打你手心啊。在你刚要纹身份的时候呀、啊。等会儿，最后这个一完之后，等会儿就是因为大体上嘛，这个也血黄色很假。这个一拍完吧，不就拍几个气氛？就是你啊，这不是那个出签嘛，就拍几个。这场就打得特别凶，怎么可以啊？你想怎么可以啊？在哪里？过儿过儿啊！然后一走，发现爸爸来了，吓着了。然后结果我就说，还好这次妈妈说话，这次被我发现了。爸爸就一直一脸委屈，真棒！爸爸讲你的意见记住了啊！来来来，让他听没听住？对，你也帮他去。当一谋变成一谋几，悲伤不是装的。哎，你好，吃晚饭了吗？我可以先不起来啊。大叔，你要去？我们一起聊过沉香的生与死，你可知它另外一种禅意啊？有形的相处，无形的相遇，都是它的本质，而它的本质既是色，也是空。你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并购吧。其实之前刚刚我们在说历史的时候，我没有在意我的过去生及三年。你就背对着我啊！我也没有。那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记着我的约定。他为何刚刚在桥上要说如此绝情的话？神仙不能有私德，这是所有因为天界之人的宿命，任谁都无法摆脱。即便我认出了你，但天条规定。不可违反。先生，你为什么要随我一起跳了鸟无疆？都是我欠你的，我还不完。啊！产检出现，产检出现。有何是眼睛跟心？即使天条禁我，本就不应该存在。打掉。
会唱。亲眼看着我把你给干死。欢喜冤家严代应渊的欢乐现场。陈元君，真是怪事儿，这地崖里面突然多出了一个池子，池子里面长满了莲花呢。外面还阴阴的，此刻屋内阳光变得这么好了，真是好兆头。那怎么办？我们去旅游吧。我们去旅游吧。我去哪里？淡水啊。叮叮叮！这一套一套的，究竟是什么？这都有套路方的，多失望了。那我就着套吧。环环相扣，一扣接着一扣，真的太精致了。看到没有？这么开心，这毕业的然后这可以吃到冬天，这里都可以吃。战四以哈严丹影院的神馆爱情之旅，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常拉着你。每个份子先哈，这钱咱们拿两份的，都是你的。看我，你看我右眼力劲吗？娶你进门了，这你规矩懂吗？这个钱不敢收了，收了吧，你的不就是我的吗？不敢收了，不敢收了，有点害怕。这就是我的呀，这女孩子不得得管这些吗？那是让我这来管。明明莫莉啊，已经结婚你也不打扮一下，对我们的不尊敬。什么情况？你要跟我们的，你要跟我们的所有的气子搭，你知道吗？你等于你就是那个什么主持人，你知道吧？那个叫什么？助理，你知道吗？来吧，动作快了，穿好就先拍个全景啊。好，请。我也先让了，我先上了。好，慢点啊。正式开始婚礼吧。唐新大夫父子，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到那个东西要变那个吗？说你那个要变那个吗？说你那个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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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还有个彩蛋。关注你的扣粉丝，颜值巅峰，颜值巅峰。那些在屋顶发生的故事，一。哎呀，这句，这个镜头。鱼怎么牛逼起来了？都没有啊？没有没有。二。有什么呢？耶，一杯二锅头，哦，抢到。三。今天会一下子你随便念人吗？然后咱单独念那个。你是这个。四。来来。树。哈哈哈！来，这个劲儿喝。给你啦。再来一个啊！
属实给我长笑了。你就是气氛担当。一些猝不及防的游戏时刻。好无聊啊，照电撒屎做你，让个浩浩像一哈，像刀了。嗯，有啥事蛋蛋？不要在这眼神比赛，这么多人都在呢，不好啊。少飞花来不来？来就来。震惊！颜淡樱渊掰手腕全记录，赛情速说。Round one。你这都不让你叫，你这傻实诈，你这我没准备好这样子。Round two。哎呦！快过来！没有实诈，又到了，又到了，不过了。等一下，不用了。这还真的不错，这。要不要试试一个手机？没发挥啊，没发挥。Round three。一个手你怎么可能打败我？打不过你，到了给你僵持。好男不跟女斗啊！那你把手放开啊！啊，你干什么呢你？你们玩得开心就好。你看到的浪漫剧情是这样的。而实际上是这样。来了，来跳，好吗？你很轻啊，真的，来准备，放在前六十几吧。挥舍，你走多舍点。来，开始。好，得。鞋踩到这个曲子，真的。别害怕，真的。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开始新的，一次梦没有孤独。等等，读取错误，应该是这样。不这样。可以吗都？你看到的掐脖戏。实际上的掐脖戏。自己要试一个位啊，对不对？一二三，等会儿试啊，来试自己的位啊，来背，一二三，走。严蛋，从此之后我对你的爱都没有变过。起，飞走了，没有变过。然后现在杜香多看一会儿，就一个鸡蛋把你给我惹了。悟空，照你，把你给罩住了，送我天一双。这是整马厨。让我们看看是哪个干饭人的地狱里动了。给你吃饭啊，我谢谢你。
干饭了。今天主食是螃蟹宴。欢迎师姐，这师姐真是不管了，湿润他吧。吃得好饱好幸福，再来点饭后甜点吧。叮叮叮，大哥，怎么样？他应该做得怎么样啊？大哥怎么样？嗯，大哥，能不能麻烦捏一下？可以了，杜哥，可以输了。面粉那可以多吃了，什么是面粉？是什么让颜淡如此兴奋？是爱吗？不，是一个干饭人的自我修养。唐新代夫妇的打闹一场。唐州，好嘞，准备拍了。唐州，这一幕，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震惊！杭州被打到喊吗？当两个怀揣音乐梦想的人走到一块时，他们会这样。五叔了，总是你没有心，我要给你五出一颗星。还有这样，他们已经完全的不像我们在干，就是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唐新的夫妇下凡做买卖，一个敢要，一个敢干。三二一，开始。一来就想直接白拿，太过分了吧？看我的，这个杯子量是极限，我一生只能倒进这个杯子。他肯定会砍价，我先喊高一点，怎么说也得。这么八百。真敢说啊你，咋不去抢呢？看我的。这没有几大千，是真下不来，你也别难为我了。看来这是遇到行家了，看我怎么给你吹啊，不是，看我怎么给你说。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且保存如此完整，吃奶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啊！不要5888，也不要2888，只要998，你就带回家。对，这个网撒还是雷撒，八块八，多一分都没有。下面写一个广告。好吧，好吧，拿去吧。好，这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看家小天才罢了。去
碎念唐周老师来袭，严丹化名改叫不紧张。学长，等我画画就太紧张了。这一笔一画，你知道画这幅画画了多少时间？学了9980一天，还可以，说实在，不一样。美术老师还是没有白教。好，一会儿送给唐周啊，签个名一会儿啊。马上就好了。啊，还有两个角，好了，可以了。看我的著作，是你画的。当然了，什么呀？杭州。出来嘛，一样的，所以不能让他说。对，他那个样子。好 ，OK， 那我知道了。我是我遇到我这种天道了，一点都不害怕。来，准备，安静啊！导演还不喊停吗？那继续演吧。好，你好，吃了你头了，我觉得你好。糖心蛋心，春分蛋上下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糖心蛋夫妇。你半妖之王，夜来山山主。唐朝牛头开会和小青云，你们两个说出去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是威震一方的。可是你们如今真的是参战、打架、斗殴，这除了说出去，我都替你们丢人。Nice。看来你对对对对对对。没关系了，打了半天，把我们俩洗脑了，把我们俩洗脑。大家就请假，大家还会请的。祝你中秋节快乐！谢谢主编，谢谢主编。静静都要睡着，恭喜你，恭喜你。都给你。我知道你就没给我买，没关系，我已经偷了两瓶了。没关系，我已经偷了两瓶了。你放心，我都已经把他该偷的都偷了。放心，恩爱情侣特别多，你俩这样的还是头回见。一，初识暧昧期。3, 2, 1，开始。如果你有把握吗？如果有一出现，你便可以捉住他。只要可以跟你学过就行。小看人，有时候。啊，在那个，在那个啊，左边的头发弄一下啊，他这个头发纠结掉了呢。二，夜恋磨合期。我可以吸烟啊。然后，这是冰糖看啊。我的心也直接变脸做了哈。你不会承认的，你不会承认的。我可以下一个吗？但我偏要提，偏要你提，欠我一次。别走，这演完了。你们玩的开心就好。三，老夫老妻。啊？这是整哪出？迅速理解并且实操，默契满分的糖心蛋夫妇。名场面，糖心蛋夫妇揭盖套搞怪幕后。快来，好紧张啊！你屁哦！我刚来看刷抖音，看你有仙，我干。不是，我是在这戏里面。我结婚的结了40多次。我结婚的结了40多次。你真厉害！你的八十多次，你的八十多次。一个一个动作就好了，好，你开了啊，你可以了啊！哇塞，让我猜猜这是谁？啊，可以了啊，来开了，盖来拍了。等等，接完盖头是不是就改？本次视频由还没走啊，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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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开始。当唐新蛋夫妇化身粤语金曲打野。逆射杀。哎呀，众星星，星星为生，钓鱼也怪我，我的手。再来再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可以了，可以了。把胸脯，把胸脯，胸脯来，胸脯，胸脯来，漂亮来。粤语唱，那真的，这还有粤语版。英文唱，哇塞，这真的是演员带的上身了。好好吃哦，第一次直播，比较好吃的，没有吃。Where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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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一个小彩蛋。那些唐心蛋夫妇不为颜值的秘密。来，给我整个长白山龙井。嗯、来，你不可以跑，你不走。每天一个小时。到了这边，你要跑99。哇哦！你敢说的手表不怕？你自己还能活到100的话，跑多久能跑99啊？青铜，啊啊啊！王子，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知道，说什么都是错，说什么都是错。对，你说一个，它是什么？这是碗，这是碗，这是碗。装着没有？这是碗吗？这是我以后 baby 吃的碗。当二人解锁了一个新地图，咱们在这个地方要学会什么字？四个字：苦中作乐。把这里当成马尔代夫。小情侣的马尔代夫蜜月之旅。阳光、沙滩、悠闲的歌声。沙滩特有过家家。沙子真好。那个蛋蛋。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学会在马尔代夫穿成这样。真正的现实是漫天的黄沙。和命运多喘的伞。一个小彩蛋。奥运会有点难，但才艺大赛还是可以有，搞一下歌唱。什么是足球？我哪知道啊？那十八分，我赢了。谢谢你。太热了，不行，还可以接呢。舞蹈组。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我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神秘神秘的奇迹，满天都是小奇迹。以及不知道啥的组。
近不过三秒的两个人。当应渊想给严丹一个惊喜时，应渊花生科普达人时，日月隐于天，万象化于无。或许这就是他的推力图啊！下次我就可以演那个算命先生了。看到的屏风尾，实际上的屏风尾就是幻境，幻境，幻境之后呢，然后你还在那笑啊，笑是这样吗？再给你变过这样的帝君吗？这哪是梦游啊？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亲上他。来来个不一样的嘛，来一个不一样的岛啊！我没见着他怎么说呀？我见着他怎么说？别，我觉得就是碰到就好了，就不要是鼻子碰了，就是侧的这么碰到就行了，就感觉就要碰上。对，这个好。对对对，好碰上，碰上之后，对啊，对啊，可以接着就是高一点的话，你就接着碰上，而且你不差这一下。会说你就多说点。你拍一，我拍一。两个小朋友笑嘻嘻。你看到的唐卓突现，你为了外星之旅，你为了他当真要走到这一步吗？问自己几何处，人间是想放了吗？为什么要这么做？何来是三者书生繁星满天荒野，积雪可生枯。真的是这样吗？是，真实的现场情况其实是这样的。你们能笑开？可以这样招待客人的吗？啊，对啊，对啊，然后关在屋里不好，这多热啊，热死我了。那我进浴池了。阿K，那受不了了啊！这样，一个这边疼，老疼。还有这样，你走可以，你走可以，可我没答应你带他走，凌霄派也绝不放过任何妖孽。动。好 ，OK， 好，可以啊。当唐周微逗笑颜淡打开娱乐模式时，现场是什么样的？好的，准备来。不要紧，先觉醒。先觉醒。你现在的力量完全就是数呗，数呗，数呗。哈，力量并非来源你本身吧？唐红，慢慢站起来，是吧？不，给我进来！中了你！不，都不回来了。还有这样。对呀对呀，对呀，帮我退一点点。远一点点没错。哎，小妹啊！哎，太太呀！我找你干嘛？太太呀！单身，全都不要。怎么样？搬家，搬家，搬家！一个新手，快点干嘛？快点干嘛？这李阳子姐姐感冒了，小弟弟。哎呦！怎么样？快点，不是这样，要不然我这就不管，不是这样。娱乐结束，打开工作模式，调整状态，好，可以吧？好，收。
对。好，来开机。三二一，开始。别说，还好，腰里没事。玩归玩，闹归闹，工作还得认真搞。妖怪哪里跑？一个男的坐到飞机上看下面，什么时候能下去？是不是？啊！来吧，一、二、三、四。沉香剧组拳王争霸赛来了，兄台，我们最喜欢打仗，一定要不要加入？说二，来吧，这就是我的手。Round one， 二十，十五，二十，三十，十五，二十，三十。Round two， 十五，二十，什么呀？我这还有个哎，你不认识我？你别猜，十四，我四十，二十，你看，太长了，我没动啊，你太长了，我你不能说，你不能这样，二十，二十，二十，咋了？你我说二十，你也输了。Round three， 二十，那我九十九。雷锋，你用什么喝？来来来，这边渴了。哈哈哈哈哈哈！震惊！冷面帝君幕后竟是宠妻狂魔。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通通给我按一遍。哎，看点，我这他。哎，夫人，哎，轻点。轻点。轻点，你试试，你看。等等，我太难了。搞错了，再来。来看看颜代应渊的正确打开方式。一，不按套路出牌。是看不起我吗？给我一块儿。对不起，对不起。没过我就占啦。没过我就占啦。三，夫妻双簧。三二一，开始。同生共死，同生共死，同生共死。OS， 神夫妻，同生共死。大家努力往前移动就好。我弄死你，我誓不为人。
严肃不存在的，喜剧人才是正确答案。沉香铁三角的片场耍宝一场，一行，然后一摸一进啊，哎，这个他们服用，其实也不用合计啊，不用合计，默契十足。完事儿了，哇，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出现的？谢谢你，就可爱就在这地方。你们总在平安出来，还是什么加一垫一个什么球吧，不然有点干。好，开心，然后一对完之后开心，开心完之后大家就起来啊，一起，好了。哎，导演，我要被打成通宵，我就躺在地上起不来，我现在就能起来。我自己也被捅了二十刀，又中你了，谁捅你了？我就这么起来，因为啊，还能赢你呢。扶起来之后，啊，扶起来还能拍，扶起来还能拍。咱大概就是谈出点情绪，就说这个情绪。导演，那个赵一给你看一看，我咋不这样？我俩应该冲你的。哎，观众没想到吗？拉海，拉海。你们竟然活下来了，就是一个电影建议的。你要不你们活下来了？你们活下来了。好了，下面来，咱们四个人，接近万八扣开，大家发言人会。啊！干嘛？来看一下铁三角的正确打开方式吧。匆匆忙忙一瞬间飘向了远方，如果你能够看清我目光，一定在看向有你的方向。酷的聚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子，也是沉香如屑里面的严蛋。严蛋请回答，用三个词语形容严蛋，你会用哪三个呢？狗腿、古怪、仗义。如果用三个词语分别形容唐周、应渊、余墨，你会怎么形容他们？唐周是毒蛇，应渊是教授，感觉他像个教授，余墨是暖男。你觉得严蛋是什么星座的？为什么？他有点像射手跟双子，因为他对于一些新鲜的事物都很感兴趣，而广交朋友。你觉得严蛋的武力值在三界排位第几？理由是？三界排第几？他应该倒数吧。他的武力值根本就没有什么武力值，他就是会救个人嘛，他武力值应该都排不上，上不了榜。但救人就很厉害啊，这算是武力值吗？救人，你要按照这个来判的第一，因为我觉得里面好多人都是他救的，什么唐周也是他救的，余墨也他也救了，然后连那个无足小乌龟他也救了，然后那个琳琅的弟弟也是他救的，他真的是救了还蛮多人。Yeah! 用一首歌来表达凡间严淡的心情。自由的浪荡，荡荡的飞翔，荡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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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凤凰传奇老师的那个自由飞翔吧，因为觉得他真的就是在凡间真的是自由飞翔。恢复记忆初期严淡的心情，你觉得用哪首歌比较合适？错错错，是我的错。有没有收到过朋友给你发的严淡的表情包？有那个讨厌啦。是我在粉间的那个拿把人家小葫芦给扔了，然后是我朋友发给我，哎，有一天怎么发是我表情包，是严淡的那个，讨厌啊，然后我也收藏了，我觉得还挺好用的。你一般会用哪些表情包来回复你身边的朋友呢？最近的表情包就会发一些狗狗的，就是瞪大眼睛啊这种的，然后还有我那个讨厌啦，还有很一些明星的。跟你身边最爱斗图的朋友比，你的战绩如何呢？就是他发一些我会存，然后我发一些他也会存，所以我们两个人互相就是会共享。网友说锦觅和严淡差不太多，针对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其实差不太多有一个原因都是我演的，因为我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其次可能我的声音或者说我的表情在演笑或者哭的时候或多或少那肯定都有以前的影子，这是没有办法规避的嘛。他们这两个发生的故事有一点像，然后其次他们可能表达的方式也有一点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性格会其实在某一方面都会有一点像，但是活泼开朗，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相似的点，
那你觉得他俩有不一样的地方吗？但其实仔细去看的话，其实严旦他是一个什么都懂，男女情爱他都懂的这么一个小狗腿莲花精，但是锦觅他前期是一个他对男女知识完全不懂，对，他只是一心想要灵力的小葡萄精，我要灵力我要灵力，但是严旦就是我想偷懒，我是小狗腿精，然后灵力也无所谓，然后 A 我就是每天想抱姐姐的大腿。你在演的时候会刻意给他俩在细节上做一些区分吗？锦觅是比较钝，就比如说就是他是那种无知，然后觉得什么呀，这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他会跟一个男生表达说我想跟你双休，但他不知道双休是什么，但他从他嘴里出来就会很可爱。但是严旦就是他什么都懂，所以他会带有一种机灵劲儿，就是稍微会比锦觅的前期要更机灵，然后更动一些，对，多了800个心眼呗。对，我觉得就是多了心眼而已。请展示严旦发功的手势动作。他发功就是，他没咋发功，他就是这样，或者是怎么着，看他执行，然后这样出来，他就这样。如果给刚才这段严旦发功的动作配一段话，你会想配什么？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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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就能补心。我杨子的愿望就是，这真的太土了，受不了了，然后真的土到爆笑的那种，真的删 Q 了。告诉你们，嘿嘿，让你们猜，让你们叫我成为老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沉香如屑》，可以了。多吃点就能补心。我杨子的愿望就是，这真的太土了，受不了了，然后真的土到爆笑的那种，真的删 Q 了。告诉你们，嘿嘿，让你们猜，让你们叫我成为老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沉香如屑》，可以了。聚会不无聊，开心到冒泡。酷的聚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子，也是《沉香如屑》里面的严旦。弹幕回一波。昨天立秋拍了几张图，另外买了汉蛋之心，还挺好吃的。这个夏天有严旦仙子陪伴，真幸福。七夕，你最近买了？对，我也买了，而且我拍了这照片的七夕那天。哦，你有尝吗？包完了以后，当时吃了一口，但是就觉得很好奇呀，是什么味道？我记得我小时候应该也吃过，但是你要问我什么味道，我还就是不太记得，脆脆的，就那种味儿。原来梦游是因为在忘川走了800多年的后遗症，这个细节真是哭了。上一世泡了900年的忘川水，所以这一世特别怕冷。哇，这观众的这个小细节观察得好仔细啊，可能剧本里都没有说明这一点，但是大家观察出来了，哇，觉得很厉害。你希望杨子下部剧是什么剧？谁输了谁不能叫杨子老婆？告诉你们，一起让你们猜，让你们叫我成为老婆。严旦的舌头是爱心，怎么让人不爱呢？我都不知道，我是看了这个结果，觉得哎，真挺可爱的。当时我也觉得严旦真可爱，或者这个小舌头，我都不知道，也可能是动啊或干嘛就变成那个形状。杨子有没有总结过自己的粉丝们评论特点？比如说写实派、P 图派、直球表白派，还是说有人帮你挖解个人特色的？那他们是表白吧，就是那种会夸我、给我自信鼓励的那种，然后会跟我就是开玩笑的那种。哦，他们会写很多那种情诗，就什么你在我心里就是住了我们，那叫什么土味情话。你太对，他们会写很多土味情话。什么样的回复会引起你的回复欲？这真的太土了，受不了了，然后真的土到爆笑的那种。谁把严旦的臭不要脸截图给我做表情包？你是否可以还原这个表情包？讨厌啊，臭不要脸！我没有说臭不要脸啊，我就说那个讨厌了，我只是说那个讨厌而已。因为那讨厌的是我自己加的，所以我没有加臭不要脸。紫妹，你看这是啥？你跑出来祸害漂亮姑娘，臭不要脸！意不意外？开不开心？看沉香除了收获剧情，更是收获了一大波杨子表情包。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就那个快跳桥吧，等不及了，就那个跳桥的表情。杨子请回答。你觉得严旦身上的特质中有哪一些是和自己很像的？一方面比较的开朗，
这个还是跟我挺像的，而且他广交朋友，我觉得这一点也跟我很像。如果给观众推荐减压片段，你最想推荐哪一段？我觉得凡间下凡间以后恢复记忆之前，其实都可以看一看。如果可以拥有一个剧中的神技能，你最想拥有什么样的法力？可以一下子飞好远，就从天上飞，然后一下子就能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会恐高吗？我肯定就不恐高了嘛，就是这个技能就节省了那个我们交通的时间的这个成本。你觉得自己的口头禅是什么？你有病啊你！臭不要脸！好讨厌啊！切，我自己吗？最近是你好，就逢人就你好。严淡的梦想是成为话本大家，杨子眼下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杨子的愿望就是想拍出更好的作品。杨子有没有考虑过把自己的朋友圈日常整理成册出版？没有，因为太多了，这么多年有的也不适宜发出书吧。那你会是经常删朋友圈的人吗？不删，现在三天可见还删啥呀，就是三天完了以后之前的已经隐藏了嘛，删。杨子看到之前网友喊话严淡多吃莲子补心了吗？看到了。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个热搜的？当时是看群里有人发，然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微博，知道了这个热搜。如果用一个表情来回应这个网友是什么样的表情？我用一个表情发多吃莲子能补心。大家让严淡花式漂亮无条的 P 图你有看到过吗？想对全国各地助力的网友说些什么吗？感谢谢大家。听我说谢谢你。如果是你，你觉得严淡跳脸无墙会跳到哪里？跳北京吧，因为毕竟我是北京人嘛，还是跳回北京比较好。沉香如屑播出到现在，关于剧集的话题和热搜也非常多，你觉得哪个热搜你看了有那种真的 thank you 这种感觉，或者又有哪些讨论让你觉得网友的脑洞实在是太大了？开播第一天吧，开播第一天那个空降是真的 thank you 了，就是感觉突然空降给大家播了，我觉得还好 thank you 很开心。最后需要用角色状态为该剧打 call，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沉香如屑，讨厌啦。聚会不无聊，开心到冒泡。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程毅，在沉香如屑当中饰演的是心理影院帝君和主要是唐周。沉香四六级考试，应渊罚严淡抄写的经书叫什么？小寒经。严淡，这本小寒经抄完了，不如借我看看。我可以。唐周对严淡下了哪些法术呢？禁言咒。还敢不尊师重道吗？是不是很想让我解开你的禁言咒啊？你想得美。在被要求入赘的时候，唐周灵机一动，拿严淡挡枪，叫他什么？夫人。夫人不必试探我，我此生唯你而已，绝不纳妾。你叫我什么？夫人。那可以给我们还原一下那句台词吗？夫人不必试探我，我此生唯你而已，绝不纳妾。戏中有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喝茶为誓，泼茶为否。你我今夜以茶代酒，互问三个问题，喝茶为誓，泼茶为否，如何？唐周装晕捉弄严淡的时候，在脸上写了什么？画了两个小乌龟。叫什么？怎么了？你知道在严淡心中你是什么样的人吗？小人。小人，小人，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个小人，小人，应渊这个小人，这小人。那我严淡便是他应渊小人天生的克星。除了小人之外，其实还有这四个印象哦。范贵君，
是你，活神仙，活神仙，我真错了。唐周，你这个旱鸭子，你小心点吧你。你是个好人。好人？我忙活了一晚上，就好人这么点感想？唐周第一次夸元旦是在什么故事？是怎么夸的？娘娘墓那个单元，白漂亮，你果然厉害。白漂亮，你果然厉害。哼，还好吧。弹幕回应：为什么神仙都得断情忘爱？不能谈恋爱，哪来的应约呢？这个我不能剧透，不好意思。大家慢慢看吧，在剧里面找答案吧。我要保密。嗯。无论神仙和凡人都逃不过情关，都不想清醒克制。嗯，你这话说得很道理，给你点个赞。沉香如屑真是过山车式的追剧，希望后面不要让我吸氧。啊，吸氧？你要醉氧啊？就是坐过山车太刺激了，过程中心情跌宕起伏，快缺氧了，需要吸氧。我是真的很害怕坐过山车，那这个体验感还是挺吓人的哦。反正我不敢。人间好甜，找回记忆之后会比前十八集更虐吗？不能剧透。几分钟前，这个我不能剧透，不好意思，我要保密，不能剧透。在剧里面找答案吧。最后一个问题，在人间是元旦先找回了回忆。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爱他了。如果是应渊先找到了回忆，应渊会做哪些呢？应渊嘛，他肯定是默默地看着颜淡快快乐乐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打扰他。哎，我说怎么真是疯了，每个人坠入爱情的时候都是疯子。那肯定是微笑带过吧，就是装作不知道了。Hello，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毅，在《沉香如屑》当中饰演的角色是青离帝君应渊。应渊呢是天界最年轻的帝君，一心只为守护天下苍生。而唐周呢是应渊下凡历劫的名字，他有点傲娇，毒舌的少年捉妖师，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嘛，所以性格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应渊他是比较克制的，而唐周呢是比较洒脱的。至于如何表现呢，还是大家去剧里面发现吧。应渊和唐周对颜淡的感情分别是什么样的？因为应渊一开始对颜淡肯定是惜才的嘛，惜才之情。后来在和他相处的过程当中，被颜淡的善良和纯真所吸引了吧。对，所吸引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颜淡的感情也是隐忍比较克制的。那么唐周呢，他是比较活泼和洒脱的，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就是那种欢喜冤家，打打闹闹，包括对颜淡的感情是那种直接表达出来的。颜淡跳下桥时，应渊曾说真是疯了，你怎么理解这句台词？因为一开始自己拿到剧本的时候读的时候，哎，我说怎么真是疯了，有点不太明白。包括再去读的时候，哎，自己可能是这样的理解。后来在剧组和导演老师还有编剧老师我们一起讨论剧本的时候，围读的时候，还包括大家主创嘛，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一波人说，哎，你这句真是疯了肯定是说颜淡，包括这一波人说呢，哎，你这个真是疯了肯定说的是自己。那么我就说，哎，那这肯定是每个人坠入爱情的时候都是疯子，结果每个人恋爱的时候谁有理智啊？我们去把这场戏拍完了之后，我们倒对这句话还是真的希望听到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这个剧情的时候，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和什么样的反馈。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印象最深的那就应该是新疆的仙魔大战了。因为你身临其境去到了那个魔鬼城，哇，那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们穿着盔甲在那个天上飞来飞去，吹着风沙，因为那个就是真实感你无法去演的，所以那个是我们大家都记忆最深刻的吧。我觉得风沙很大，风景很美，美食很多。
概一两斤，但是我基本上不会让我的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不会让自己那个体重幅度很大，要不然就不接戏了。哎，不行，你再吃宵夜，双下巴就该出来了，就不能吃。除了你的角色外，最想尝试哪个角色？天帝吧。因为读到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天帝老师有一场戏是很不一样的，我也蛮期待的。我觉得演起戏来是蛮过瘾，那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希望不要被删减啊。时隔多年再次与杨子合作，有什么感受？什么感受？和杨子老师嘛，就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了。包括这一次再合作，那么我觉得大家都成长了很多，在演起戏来的时候也很有默契。那么通过这一部戏下来，也能在杨子老师身上也能学到很多。包括这部戏拍完之后，自己在戏剧理念上各个方面也成长了一些。或者就是说我们聊下一场戏怎么演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设计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想的？”就蛮有意思，就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状况啊，或者怎么样，我大家觉得累了给对方鼓鼓气啊，我们整个团体合作下来是非常愉快的。我们再来做个快问快答吧。你更像应渊还是唐周？那肯定是唐周啊。生活中如果认错了人，要怎么化解尴尬？那肯定是微笑带过吧，就是装作不知道了。喜欢欢喜冤家模式还是相爱相杀模式？共同进步吧。喜欢你的白发造型还是黑发造型？这个得让观众你们去检验了。最想 get 剧中的什么技能？哦，想去哪就去哪，瞬间移动。每次休息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就睡觉健身。在新疆吃的最多的食物是什么？各种肉，大盘鸡，烤包子。应渊和唐周最常用的表情包会是什么？应渊会说懒得理你，唐周会说哼哼哼。应渊和唐周的口头禅分别是什么？口头禅聒噪。那么唐周会说想进葫芦里吗？对。最后来向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吧。沉香如屑呢，是一部包含了所有工作人员的一部很用心的一部戏，会很精彩，敬请期待。